沐浴油怎么用？沐浴油使用方法：一、沐浴油混合沐浴露使用，取少量的沐浴露加入 2-3 滴沐浴油，混合均匀，沾湿起泡后在身体上均匀揉搓，停留些许时间洗掉即可。最好选择没有香味的沐浴露，这样可以让沐浴油的芳香更清晰地散发出来，留香更持久。二、沐浴油做精油使用，在洗澡后将沐浴油滴入盛在盆中的温水里搅拌均匀，将毛巾浸湿在盆中后拧干，擦拭身体和头发，让稀释的沐浴油作为精油放松身体，用过之后不需要再次清洗。这个方法也同样可以使用在湿毛巾上，但是很难混合均匀，沐浴油可能密度大，产生泡沫，需要再次清洗。三、沐浴油代替沐浴露使用，将3-4滴沐浴油滴在沐浴手套或者沐浴球上，沐浴油会遇水变成乳白色，加以按摩身体，效果比沐浴露更加滋润。